今日をもち天皇としての務めを終え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ここに我が国と世界の人々の安寧と幸せを祈ります。日本周二下午五点，日皇明仁在皇居举行退位礼正殿之仪，宣告退位。卸任后，宇美智子成为上皇、上皇后。当天上午十点，明仁先穿着唯有日皇才能穿的黄绿染浴袍，在皇居内的宫中三殿敬告皇室祖先与神明，并进行退位之礼。这一次退位在日本历史上已经暌违202年，上一次行退位礼的是江户后期的光格日皇。日本民众无分老少，从各地赶来，表达对明仁的敬意与不舍。まあいろいろありましたけども、日本でね、天皇陛下と美智子妃殿下に助けてもらったかなと。なんか震災の時とかすごい意欲的に被災地とか訪問されてるのを見て、やっぱりこう国民全体を見ていらっしゃるというか、すごい思いやる心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い伝わると言いますか、はい。明仁在退位演说后回身牵着皇后走下台的画面感动不少日本人，民众表示希望他们未来能享受生活放松一下。5月1日正式成为新日皇的德仁，预计在上午10点半举行见习等继承之仪，继承皇家代代相传的三神器，之后与新皇后雅子参加继位后朝见之仪，跟首相安倍晋三等国民代表见面。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加入好评友会员，只要用脸书或是 Google 账号就能一键注册，也可以用电话或 email 注册，限时免费。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